这把跳的这个坑行不行啊？咱们再来一遍啊，就是这个技能的便利啊，不是在咱们的这个快捷栏里的啊。你看这个地方都改成问号了。就是说呢，当我们去找到这个地址以后啊，找到这个 ID 以后，那这个游戏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放这个不对齐的地址啊，这个特别恶心，没有对齐的这个内存地址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招雷给它搜出来，搜出来之后呢，再给它改成春泥。刚才呢，我们试过了，这个改春泥的话呢，它是就是如果给它对齐去扫描的话，改春泥就改成问号了。因为里面有一个地址没改，它两个相互的去验证一下呢，这个村民就没了啊，这个村民就是这个没有找到这个技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把它全改了，就是说把歪的这个也给它改了就可以了。等会儿啊，重新的断到那个村民儿，在这儿。这些呢，我们全改了之后呢，这个位置呢就变成了春泥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把其中的这个歪的啊，好像就这个是歪的，还有没有了？这么多地址里，就它的这个是没有对齐的啊。我们把它改回去的话，那这个地方就变成了问号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它就是一个关键。那如果说你把上面这几个全改回去的话，那它自然呢也改回这个啊，也改回那个落雷了啊。但是呢，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个不改，那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改的你名字库里改了啊，但是呢，你这个正常的便利里边没改啊，两个不一样，它就找不到这个技能。啊，这一点呢是特别恶心的 然后我们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里面呢有四个 ID，这个下面全是 BE 级几的啊，12509003，这个是镜花水月三级的，然后12511001，这是万仙护体一级的，然后呢这个12524007。这是他，这是这个东西，这是啥来着？这是七级的啊，这四个都在这个下面的，下面这些呢，应该是他的一些字符串啥的，我看看啊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描述，九天风雷，炼虚还魂啊，这是这个说明，但是也不是特别的。也不是特别的好看啊，这个东西，祭酒入门 然后呢，我们去访问一下那个地方 这个是歪的啊，歪的不能扫四字节，不能扫四节，断在了这儿，这是 ECX 加上 16D。ECX 连 ECX 都是歪的，加上，哎呦，加上16D 是它，而且呢，这个地方没有用数组，看到了吧？这个程序员很有意思啊，它这个地方没有用数组。它是加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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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用了六个偏移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写成数组的形式啊，然后呢，去追这个 ECX 就可以了，ECX 加上16D 然后呢，加上 n 乘以四吧，这是技能 ID，然后呢。n 小于六，
然后去返回追一下 ECX。ECX 来源于它，看看有没有向上的跳转。这个跳转跟咱们没关系啊，那我们接着追。EVP 减8来源于 EAX， 就从这儿跳下来的。然后呢，在这儿下个段。看一下参数，参数是 1F 是固定的 ,1651241, 双击的话呢里边是 2340125, 这是药王入门啊 ,25 级啊，它包括这个左边的这个秘籍的等级呢，它也是用这种形式去写的。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传入的是秘籍 ID， 然后呢返回的是那个地址。看一下这个是 G9 的， G9 的是 2340330， 然后点 F7， 这里呢还是会经过这个库啊，还是会经过那个库的。那没办法啊，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还是呢调靠去取这个地方，这个库里边这是什么调靠取什么来着，取那个技能 ID 数组吧，靠应该都是一个啊，跟我们刚才那个call 啊，就是哪个 call 来着？找不到了啊，就是刚才呢去返回那个技能 ID 的那个 call 呢是一个 call 啊，只不过呢它里面传的东西不一样，这个 1F 代表的就是什么呢，代表的就是这个秘籍啊，取的这个秘籍啊，取得这个秘籍的一个应该是秘籍对象啊，秘籍对象，然后呢秘籍对象加上16D 啊，16D 然后加上 N 乘以4乘以4啊，这是技能 ID。 那接下来呢就是那还需要去找一下这个秘籍的 ID 啊，我怀疑咱们正常去往上追这个秘籍 ID 的话呢可能还会掉到坑了，大概的看一下，这是第一个参数秘籍 ID， 然后来源于它，看还是这个啊，还是这个，所以说呢秘籍 ID 呢咱们还是得用这个老的办法改一下，把药王入门给它改成 G9 入门啊， ECX 那不是 ECX 这个啊，G9 入门啊， G9 入门有这么多，那它还得是偏的啊，多扫出来了一个，改一下啊，把这改成5，你看改成5这就没了，就是它啊。就是这个偏的啊，偏的这个偏移，它在这儿。看一下这个字符串是什么 ？G9 入门，我们再访问一下这个试试。断点硬件访问44节啊，不行，不能44节啊，总忘
字节。怎么断到它了呢？ECX,ECX,F8, 第一个参数应该还是在这里，第一个参数里 ,EX, 还是这儿啊，还是这儿。这个就是那个名字库的那个啊，刚才咱们统一调坎的那个位置啊。那我们再往外返啊，看看，外层是这个地方，再往外返是这儿，再往外返好像不对啊，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不对啊。我们再把另一个入门啊，另一个入门呢给它弄出来啊，这个下段药王入门，药王入门是这个，然后呢给他们都改一下。这个办法不行了，再试一次啊。还有这么多没改的，这把呢它变成药王入门了，药王入门自己都变样了，这么老多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刚才改的那个掉坑里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试试下面的这些给它改回去行不行？这里面呢也有不行的。现在呢是药王入门有这么多，看一下这个没事，再看一下这个啊，这个不行，我们来试试这个地址啊，这把可能还真就不是这个歪的啊，看这个。好，这个进来了之后呢，我们会发现啊，这里也是四个 ID， 这是25032210啊，上面还有25啊，这就是这五个都在这儿了。还预判了一手哈，这个就是预判了我的预判啊。那我们在这儿呢去下一个硬件访问断点啊。EX 来源于这个 call。这把 call 就不一样了，不是刚才的那个了。它传入的是一个0。试试啊，如果我们点帮派秘籍、综合秘籍的话，传了一个0，01234啊，点门派秘籍呢，0，进去看看，这里返回 EX,ECX,ECX,EX,CAR,
号。7号又进来，然后呢是要追的是谁来着？追的是这个 EAX 吧。啊，追的应该是这个 EAX。这个 EX 来源于它，来源于这个 car， 然后呢是这个 EX 来源于这个数组，啊，这里还有个数组，这都是什么写法啊？直接扫描一下它，看能不能扫到啊？能扫到一个地址，还管那些干嘛呢？哎。C8DC，DC-C8 除以4等于5，正好就是这个数组啊，那就没有必要再去管那个了。然后呢，这上面这也是个数组，这个数组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综合密集的数组，里边是1、2、3、4、5。进去看一眼啊，啊，这是01嘛，01啊，这个应该是综合密集的。然后呢，底下这个呢就是这个密集的文派密集的，然后它来源于 EAX 加4，来源于它，来源于 ECX。然后来源于这儿啊，这又是一个数组，那也就是说这个底下呢它给做成了一个结构体数组的形式啊，这个 ECX 加上 N 乘以10加上4啊，这个是这是断点吧，恶心了。这个是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密集啊，这个综合密集、门派密集、帮派密集，这个啊总的这个密集呢，它是在这个里面去显示的。等会儿啊，把这个地方做一个记录，它来源于 ECX 啊，一会儿我们在这儿下段吧，在这儿下段再追。中这个。位置断点是什么？咱还断不了了呢，好尴尬呀！怎么的了？游戏也关不了了。